姐吗 ？K 姐，她感觉好像阿拉丁的那个女主角。哇哦 ，K 姐应该很适合这种衣服，民族服饰，她挺民族风的。她邀请谁啊？不知道，不知道，没有记。这是哦，小呆，这是狗哥，小呆，哎，小呆，呆。안녕하세요呆呆，要不要去体验一下维吾尔族？那谁单了呀？哦，狗哥，狗哥。哇！你是蜥蜴王子吗？这两个人好搭。哎呀，一个奶茶，我看到这里有了。微糖 ，OK， 一样，太细了。其实我不加糖，但是就是我是觉得有一点点糖还好吧。谢谢，欢迎你们来到维吾尔族体验日。这个呢是我们的茶以及蜂蜜，这个呢是蜂蜜，是蜂蜜。对，要先弄点蜂蜜，然后再倒茶。你是不要？你要一点吗？要一点。要加点蜂蜜吗？甜甜蜜蜜啊。因为他平常不怎么喝糖的东西。怎么这么懂我？你们是情侣吗？对，你们是情侣吗？我们在约会，我们在约会。哎呀，你们学习语言没有？来新疆必须要学几句新疆语言呀。对，维吾尔语言。教我们几句呗。可以啊，没问题啊。比如，你真好看，就是 sis。sis。Try the cancer. 哎呦，天哪！Suspect. Try了。那我如果回答，那当然了。那当然呢，就是阿瓦达，阿瓦达，对 ，Suspect 来了。阿瓦达，你真帅的是 Suspect Christian。好难说。Suspect Christian。阿瓦达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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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阿瓦达。等一会儿品尝一下我们新疆的美食。哇，还有架子！天啊，这款呢是架子肉。哇，这看着好香啊！这个呢就是一把抓，面肺子。这款呢就是抓饭，手抓饭呢一般我们像很重要的节假日啊，一般男女孩子结婚也会做抓饭的。这个小姐姐很热情。你已经流口水了吧？先品尝一下。谢谢。没事，上没吃过肺。肺。羊肺。羊肺。糯糯的，这些其实我都没有吃过。我也是，我想要那个杏干。杏干，你说在干嘛？对，刚好有一个就给姐姐吃。谢谢。它是甜的吗？应该不，是咸的。不是特别的甜。哦，那就好。喵啊！哎呦，谢谢。好好吃啊！好吃。这个呢是男生给你点的奶茶，可以品尝一下。谢谢。哦，你刚点的。你看两个不同，我也不知道你喜欢喝哪。你会先喝一下两个都。我这个也有点够贴的，新的。嗯，这样。这个吗？同一根吸管。他的小眼神也很逗。除了跳舞，你还有学什么？就是你或者你其他有什么感兴趣的？因为我是那种很喜欢去咖啡厅的人，但我不知道你喜不喜欢。你爱人应该是喜欢在家里看剧吧？也没有，我经常去 bistro 什么的。我不会跟太多陌生人。哦，我算是一人，但是有时候是我自己一个人会去咖啡厅。因为我以前就是还有一个小梦，就是想开咖啡厅。哦，我其实一直有一个小梦。想开一家画廊，画廊，以后可以的话，打算开一家。他们中正常是会有画廊跟咖啡厅，就是我也这么想，我想我的画廊也要有一个咖啡厅。对对对对对，那可以刚好在一起。那我是老板呀，老板娘。那我是老板呀，老板娘。哇，挺好。什么？想到了已经。想蛮远的。说不定可能就是明年。可以可以。你有那种就是理想型吗？穿搭就是我喜欢那种穿搭比较好的人。哇哦！
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我知道。你是想说不要再说我了，是不是？哎，那你这次来了这边之后，你是第一次出来约会，是不是？对，昨天不算约会吧，我们就是我们昨天是那个三角恋的关系。昨天就是我们三个人都是，也好像我们两个人聊自己的事情，其实没有很多。昨天就是没有说深入的话题。那你那个你昨天的留言，是有想写给谁吗？有想录给谁？我昨天只是听了一个录音，然后就是你。哎呀，你那个时候回答了两个问题。然后第二个你说会，然后我就想有可能是其他人也会问这种问题吗？会或者不会的问题，那我在想会不会是不是我呢这样子。那你所以昨天你是听了两个人，嗯，然后你就回两个都回了，嗯，那所以你昨天那个问题是回答的那个是什么意思啊？就是他有跟你说一个关于歌的东西，嗯，然后他跟你说你要跟他回，他说我没有听过这首歌，回去听一听这样子是吧？嗯。那为什么要把他的名字叫出来？那为什么要把他的名字叫出来？因为他问题问的是，现在五位男嘉宾里面最想了解谁？在现在这些所有的男生当中，你最想继续去了解哪一位嘉宾？天宇轩。那你还有想多接触其他女嘉宾吗？还是？暂时应该不会。为什么？一开始其实我选跟来第一次见面只是看恋爱说明书啊，但是结果我们聊起来就是一个朋友的感觉，任可也没有跟我聊过什么天，是确实。然后最近嘛，最近却有跟我聊一下天，但是我们就是每天都嘻嘻哈哈的，就是像兄弟的感觉，就是没有那个感觉这样子，所以我觉得应该不会去选择其他人，不会去选择其他人。哎呦，他们都叫我 K 姐，我觉得我要改一下，不要叫 K 姐。K K 小 K， 那我觉得 K K 好一点吧。但我看到晶晶写信是写 K K 啊，好细啊那个男孩。那我不想叫 K K 啊，不是，我不想叫 K K 啊。那我叫 K K K 吧。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叫什么。那来一个我们自己的称呼。OK， 那你教我，你先教我中文，我们再去摸吧。K， 只是 K， 嗯，他们也不会叫你 K 吧？也不多，叫 K 的话。K K K， 因为这是 K， 你知道吗？啊，什么？这不是。No， 可以啊。是吗？你叫你每次 K， 早上好。早上好。神经病。你觉得大家都叫你小呆，然后说小呆小呆，然后呆呆啊，你为什么不叫我呆呆？对，所以就是有很多人叫你呆呆吗？还是没有 ，Only me， yeah， 哦，可以哦 ，OK， 好的，呆呆。平常你的朋友都是叫你 K 姐，嗯，然后家人叫你，家人叫我如意啊，哦，那我叫如意会很奇怪吗？如意如意，显我心意，还好。那我就叫如意吧，那你叫我呆呆。好的，呆呆。可以可以 ，yes。哇，好美，厉害。新疆是不是人均会跳舞啊？好像是，应该是吧，能歌善舞。嗯，感觉就是那种会能歌善舞运动。维族的舞最好看了，嗯，
厉害。有没有简易一点的？看，一，嗯，然后这边，二，三，嗯，不是，你看我直接转回去，就转，转回去，看，就这样转回去，转回去。啊，一、二、三、三、四。呆呆会跳的，呆呆练过。嗯、先抬这只手。啊，你俩看着一起来一下吧。一、二，呆呆可以跳。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。啊。这就可以转。转。再转，呆呆会再看一下就是 nine。给不给就这样，对，给你不给，给不给就这样，给你不给，给你不给，然后可以，很轻松啊。我觉得我的肢体好不协调。那我就先教一个玩一个小游戏，比如说我这样子扣住你，这个算是一个锁，哎呦，然后你就要把从这个锁里面。我都没有，我没说你知道吗？就类似这样子，然后要在我身上再弄一个新的锁。OK， 就是我这样子，这样子什么？舞蹈动作，但我都只能就这样子，然后这样子这样，然后我这样，哎呀，挺好的。哦，解锁。那我练一下呗，就是吧，复习一下我们刚才那个。慢慢来，你记得吗？我记得。就是慢慢来。他俩跳的还挺好的。嗯。要给我，要给我不给我？给你。不给你。给你。这一段玩的最开心，最轻松。可不是吗？看看。嗯。看一下。刚才买的吧，我觉得。嗯。他本来说要送你这个，还是他就是刚好看到，我觉得适合你。嗯。你看人家好好的约会，完了就非得分一他的项链。从表情来看，呆呆还有点介意。你有觉得我们有点尴尬吗？就是跟昨天完全不一样。有，如果是以前的话，你应该会哦，谢谢，就大概这样子。但我也有说谢谢啊，就是没有那么自然的拿这东西。嗯啊，那我不知道你们发生什么事。如果你觉得你可以说了，你会说。就是我自己感觉心理上有点接受不了一些事情。其实他昨天有找我聊。因为我听他录音之前，我其实是只想听你一个人的录音的，然后后来听完小小回答，我以为他那个是写给我的，所以我也把他的听了。但是我觉得他解释的跟我理解的可能不是同一个频道，但是我比较在意的点，之前的情感经历，嗯，会经常出现一些这方面的问题。我对一个人信任，在一点点增加的时候，忽然坍塌了。这个解释呢，也没有说完全解答我对我的信任崩塌的点。嗯，然后我觉得再让我重新建立一段信任。可能会更难，哎，就是您刚刚说的，嗯，我觉得他喜欢狗哥，而且你看他会介意狗哥听了小小的，他要不喜欢狗哥，他都不介意了。确实，前面的仪式感给的挺足的，确实聊得也很深，对，品味也不错。嗯、你想吧，从中午大概一直聊到了晚上还聊呢，刚刚都吐八气儿了，都吐了一个都是胆汁儿了，还聊呢，就这个事儿扎着他了，嗯。
那你觉得就是他，那如果他今天这样子过来探班还买东西给你，他就是想让你知道他其实还在在乎你啊。但是他说的是他探班了所有人，但他刚才说他们在那边拍摄，他说不想打扰他们，所以他就没有跟他们打招呼，好像这样的。但是他说我们也在拍摄，他也过来，他就想让你知道他是想过来看你。对啊，在帮他分析。对啊，还分析，开始分析他俩了，是吗？其实讲实话，他刚刚讲话的时候，我大脑有一点就一片空白，啊、我没有在听他讲。我感觉是整个人都呆住，你是心理阴影小呆了。我有这么明显啊？挺尴尬的。那你看 K 姐还是在意狗哥的，肯定是在意。嗯，他狗哥一来之后，他就一直就是整个状态都不一样，他在想狗哥的事情了。我们请江老师最后说一下狗哥吧。如果纯从 K 姐的主观视角来看的话，虽然是冒犯的，但是这个姿态说明你知道自己错了，就他能翻译得出来这个意思。如果这一天一直没有出现，可能要么被带走了，要么就是你也不太在乎。我觉得虽然我们不提倡狗哥这个做法啊，但是从 K 姐的角度来讲，她需要一个男人非常专注，同时要非常主动。如果我是 K 姐的话，虽然说狗哥没来，我会觉得你给我空间了，但某一种程度我也会觉得你好像不是很在意我跟别人出去约会了。这时候狗哥应该大概要卑微三次，就是我错了，这 K 姐就了然了。那刚刚其实我们几对都有学当地的语言，但是我们选了一句最好学的黑鱼版的。当然了，这样我们就转着圈来吧，先由老秦打个样吧，来吧。我没明白这问啥呀。问题通常会比较刁难，你是不是觉得自己的相声比师傅说的好？阿里巴巴。哎，然后开始吧。老秦，你觉得你是不是德云社里最帅？德云社里最帅。最帅。完蛋！完蛋！你从心底就认为你长得没有我帅？阿里哇达！翻着白眼说的，你看，葡萄牙都咬碎了。他不想骂得太难听了。问周周啊，我想一下，男人有钱是不是你男朋友的必须条件？阿里哇达！安娜，你一定觉得自己演戏演得特别好吧？特别好吧？阿里巴巴，总有人要盲目的自信来给大家当负面教材。哇，漂亮，安娜，这个高级。好，我要问老秦啊。哎、早知道这么赚了。老秦，我感觉你偷偷爱上阿里巴巴。给我听完，哎，就一整个一个大聪明。我都不让你问完，你赢了，你赢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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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不说了。哇哦，哇哦，好漂亮！狗哥自己开心的。哇。哦，那边刺激的话，你喜欢刺哪个部位？鸡胸。嗯，是。我就只吃柴的肉。哎呀呀呀呀呀！就喜欢柴的那边。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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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啊啊啊啊那么多不是吧这是在宣示主权吗？是吧。带人就有如意啊。那我叫如意。如意如意如意如我心意。Hello， 疯狂炫耀。
哇、哦，他赚了。哦，今天早上不是不赚吗？好可爱呀、啊！哦，哎呀，怎么还不去拿信啊？你看他进来先开狗哥的，对。如意，用时间去证明我的用心。今天我不是选择跟你dating 嘛，但是我不是收到两个邀约嘛，嗯，然后我想说，就是小金他已经落单这么多次，他提到小金了，其实有一丝愧疚。哦，他要去找他，心疼。因为我现在还在接触大家，但是我今天选的是跟你 dating，嗯，所以就是看你的意愿，嗯，就你希望我不去的话，我就不去。哇哦，你等一下还要去的。不是啊，我在问你。你等一下是要去吗？不是啊，我在询问你。如果你不想我去的话，我就不去。就是我的意愿就是，当然就是你不要去啊。哎呦，我的天哪！当然就是你不要去啊。但是，感觉我现在还没有那个权利，就是你不能去这样子。但是我是希望你不要去。哇，来了。哎呀 ，Casey 这表情是为难了，为难了。这种问题很难回答。不要去，哦，不要去，不要去。这样可以了，这样很可爱，这样让 Kelsey 也下台了。对对对。红了，好热。你说求求你，求求你了，送你个夜，不要去了。哎呦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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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吧。好吧，那没办法，一个人来了就一个人来呗。坐吧，长毛狗狗又落单了。对，好惨。在今天这个落单过程中想清楚了很多事情，确实是对小小没有再有想了解的意思。然后剩下关于信任的东西去建立吧，我认为是没完成。嗯，还行，今天终于是抓着这么一个机会跟你把话稍微聊清楚了。